哎，美女，咋回事？咋回事？先弄啥你先，我给你看。你看看这是个啥？耶！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啥呀，这。给咱弄来着。不是项链。啊，这给咱弄来着。这前天上街捡的，给路上看着明晃晃的，捡着想回家闺女玩了，也不知道这啥材质。车上捡的。啊。这东西，哦，这断了的。那都给那捡的，知道是个啥玩意儿？那干啥呀？这是啥呢？要了黄金它也不晃，会不会是铜的呀？铜的。啊。那不是铜的，这应该是个黄金。捡了呢，看着那大单应该没多重，这应该是三 D 的，看着很轻，底层很轻。我看着给个小孩的玩具，我捡一回家眼镜玩。520是个吊坠，竹节520吊坠。啊。我给你称一下，看有多重，这轻了很。轻了很是金吗？这是3D工艺，它里面是空的，外边的薄薄一层的，可能是带吊了。那也不知道。这一个有3克多。再看那么大，只有3克多，这都是空的，这里都。啊。这个颜色一看都是黄金，这是戴了时间长了，黄金有点泛绿套。黄金的吗？啊，这是金的，可能都戴了时间长了，有点泛绿套。我都没相信，因为黄金软，这个硬。是。我想叫小伙子当小件当啥东西玩了也。捏不动，捏不动，很硬，这是3D硬金的黄金，然后很轻，都那有3克多了，现在一颗300-400，这不得1000多块钱呢？咦、哎，这值1000多块钱呢？你说我捡着了吗？那捡着了，那不赖。咦，我也不敢相信了。真的，捡几天了？你看，真黄金，这一眼都看出来了，谁看着不知道是黄金？真黄金。咱闺女过两天了没有扔了。哟，差点扔完呢。啊，你当着铜的了。啊，这不小孩不是光玩吗？真的，真黄金，铜的颜色是青绿、金黄色。这个黄金的样子是金黄色，那它有这色有这色，我一直戴了时间长了，它花型不一样，它有的是磨砂的，有的是光面。啊，拿着青的是三 D 的，三 D 工艺是挤压造成的，挤压造成的首饰，所以来说它都是薄薄的一层的，它不是给普通的那黄金湿拉拉的，很重。真黄金不假。都那1000多也捡着是哪去？那是嘞，那你捡个1000多比啥都强。咦、哎，我咱这好的运气，不来不来，这是个金的，过去呗你，好好好。